2月25号是全国各中国小开学日，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馆长翁章良到安东国小去查好好防疫准备状况。基本上啊，怎么让家长安心，做到最万全的准备啊，才是我们今天啊很重要的所有的这些筹备工作。那整个视察的结果，基本上啊每个学校啊都非常的用心，包括所有的 SOP， 包括从整个学生进来的动线，包括学生当有状况的时候啊该怎么样的去处理。那包括在整个啊这个放学以后相关的消毒，包括学生进到校内上课的时候该有的这些手的这些啊这个啊防菌的工作，那我想都做得非常彻底。虽然馆长带领囡仔做伙来洗手，并且提醒大家洗手要斟酌，记掉内外夹攻大力丸的美感。规个洗手过程要40到60秒，才会当算是有效的洗手。除了戴口罩以外，还有什么？洗手。洗手要怎么洗？学校也派出一位小朋友向大家来示范安怎正确滴嘴暗。小朋友也特别送手做的卡片，感谢馆长的关心。然后把这边拉一下。然后呢？然后捏一下这边，轻轻捏一下鼻子。那压条是不是？那压条要按，要压下去，对不对？不要太用力。不要太用力。我没有压你哦。再回去。戴上去。这样不行。要把两个鼻子盖住。啊哈。脱口罩不要摸前面，会有病菌。脱旁边这边脱下来，那丢口罩时候，把折起来，然后再折起来，然后丢去垃圾桶，然后再洗手。另外，学校也针对防疫期间进行人车管制，在校门口设置两个管制点，不是相关的人员，免进入校园。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